基本上相当于每天啊，有时候甚至三张一天。我主要分为四大类，然后一个是古装，然后古装人物，然后第二个就是游戏动漫，第三个就是我的一个家人朋友之间的一些故事，就比较有趣的画面。然后那个还有就是第四个就是我旅行的一些拍到一些 beautiful 的图片啊。